别人说你怎么不笑了？哈，刚才不是有在笑吗？啊，怎么现在不笑了，米特斯？笑一下。米特斯不是很喜欢笑出声吗？啊？我们家米特斯今天好可怜哦，打预防针哦，可是很勇敢，都没有哭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哭很大声，都哭很小声。但是我笑够了，不要笑了。啊！